仙妖遇人间，恩怨跨三界。为何虎侠并进，修好难修牛？总算是叫我抓到了吼！神奇故事传民间，因果报应警示人。这个不孝子孙已经受到雷公的惩罚。福建好砍头，细说台湾。10月19日起，每逢星期六及日下午2点，八度空间精彩连篇播出，你也可以下载团团 App 收看。